050南怀瑾论观世音菩萨。051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义浅解毛剃元。052佛教的救世精神观世音菩萨复观音菩萨的法门圣严法师。053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导读张火庆。054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浅释宣化上人。055妙华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释知定法师。056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赞陈简明。057普门品讲记果纯法师。004传记。058补陀洛迦山传题词原圣希明。059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主云法师。060观世音菩萨传曼陀罗主人。061000普陀洛迦心智卷首。061001普陀洛迦心智卷一本机门。061002普陀洛迦心智卷二行胜门。061003普陀洛迦心智卷三灵异门。061004普陀洛迦心智卷四坛师门。061005普陀洛迦心智卷五梵沙门。061006普陀洛迦心智卷六禅德门。061007普陀洛迦心智卷七营建门。061008普陀洛迦心智卷八归智门。061009普陀洛迦心智卷九流域门。061010普陀洛迦心智卷十译文门。061011普陀洛迦心智卷十一智愚门。061012普陀洛迦心智卷十二续录门。005感应录。062观世音菩萨灵感事机选资公会集。063观音慈灵集清弘赞。064观音灵感录清。065观世音持宴记清周克富。066会向普门品诵印光法师。006纽约庄严四古观音专辑。067千年观音稀有宝选上庄严度众生世界日报。068千年古观音像降临庄严四纪时沈家珍。069人生奇缘陈长根。007音译。070 The gateway to everywhere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普门品音译本。071 The enlightenment of Bodhisattva Kuan Yin, C.T. Shen。072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方法及证悟过程沈家珍。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姚琴三藏鸠摩罗什译。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誓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飘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梦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扭卸枷锁剪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
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闷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积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事畅言，诸善男子悟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田秽，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田；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素质德本，众人爱敬。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布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与乳液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的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的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的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的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的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地士身的度者，即现地士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的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的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的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的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的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的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的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的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的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的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的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的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甘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目迦猴、罗迦、人非人等身的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的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紧重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誓言：仁者，受此法师珍宝璎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菩萨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悯我等故受此璎珞。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悯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甘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目迦猴罗迦人非人等故受是璎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悯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璎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聚，我今众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具足妙相尊既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力竭不思议，是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闻名即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假使心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或执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贤极起慈心，或遭亡难苦临行欲受中，念彼观音力，刀寻断断坏，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扭卸，念彼观音力，释然的解脱，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者于本人，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即走无边方，猿蛇即复歇，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身自回去，云雷鼓彻电，降薄数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的消散，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杀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已见悉令灭。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烽火，普明照世间。悲体界雷震，慈意妙大云，树甘露法雨，灭除烦恼厌。正诵经观处，不畏君正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胜于苦恼死厄，能为作医护。具一切功德，此演示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尔时持的菩萨即从坐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正法华经光世音普门品第二十三。西晋月氏国三藏主法护意，于是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露右臂，长跪插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所以名之光世音乎？意何所去耶？佛告无尽意曰：此足信子，若有众生遭一百千该困厄患难苦毒无量，是闻光世音菩萨名者，则得解脱无有众恼，故名光世音。
若有持名执在心怀，设欲大火燃其山野，烧百草木丛林屋宅，身堕火中，得闻光是阴明，火即寻灭。若入大水江河石流，心中恐怖，称光是阴菩萨，一心自归，则威神护令不见逆，使出安隐。若入大海，百千亿该众生豪见，触海深渊无底之源，采至金银杂珠明月，如一石珠水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载满船宝。假使风吹其船，流堕黑山回波，若经鬼界直摩羯鱼，众中一人借读心念光是因菩萨功德威神而称名号，皆得解脱一切众患及其伴侣众的嫉妒，不遇诸魔邪鬼之恶，故名光是因。佛言：足信子，若见怨贼欲来为害，即称光是因菩萨名号而自归命。贼所持刀杖，寻断断坏，手不得举，自然慈心。涉足信子，此三千大千世界闷中诸鬼神，众邪逆魅欲来扰人，一心称呼光是因名，自然为福不能忘犯，恶心不生不得邪官。若人犯罪，若无有罪，若为恶人现官所戮，复数其身扭懈在体，若家所知，必在牢狱考至苦读，一心自归，称光是因名号，即得解脱，开狱门出无能居至，故名光是因。佛言：如是足信子。光是因境界，威神功德难可限量，光光若丝，故号光是因。佛告无尽意：假使足信子，此三千大千世界闷中众逆盗贼怨害，直持兵杖刀刃矛戟，欲杀万民。一步假客，独自经过在于歧路，积持众宝。导师恐怖心自念言：此间多贼，将无为我劫夺财宝，当设权寄托此众难，不见为害。为众古人不以恐畏，等共一心俱同发声，称光是因菩萨威神，折来拥护令无恐惧，普心自归便脱众难，不遇贼害。众古人闻悉共受教，咸俱同声称光是因，生命自归愿脱此畏难。世称其名，贼便退却不敢触犯，众假解脱永无恐怖。光是因菩萨威德境界巍巍如是，故曰光是因。佛复告无尽意菩萨：若有学人淫怒痴圣，稽首归命光是因菩萨淫怒痴修。关于无常苦空非身，一心的定。若有女人无有子姓，求男求女，归光是因折的男女。一心精进自归命者，世事端正严貌无比，见莫不欢。所生子姓而有微香，众人所爱愿乐欲见，执众德本不畏罪业。其光是因威神功德，智慧境界巍巍如是。其闻名者，所至到处终不虚妄，不逾邪害，至得无上道德果实，常遇诸佛真人菩萨高德正士，不与逆人，无反复会。若闻名直持怀抱，功德无量不可称载。若有供养六十二亿江河沙诸菩萨等，是诸菩萨皆实现在等行慈心。若足信子女尽其行受，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并受医药一切所安，福宁多不。无尽意曰：多矣，世尊，不可限量。所以者何？是诸菩萨无央数亦不可譬喻。佛言：虽供养此无限菩萨，不如一归光是因，稽首作礼，执持名号，福过于彼，况复供养。虽复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诸菩萨等，执持名号，即此二福，一百千劫不可尽及，终不相比，是故名曰光是因。于是无尽意菩萨前白佛言：光是因以何因缘有忍世界？云何说法？何谓志愿？所行至法善全方便境界云何？佛言：足信子。光是因菩萨所游世界，或现佛身而般宣法，
或现菩萨形象色貌，说经开化，或现愿觉，或现声闻，或现梵天地相而说经道，或前踏合相，欲度鬼神现鬼神相，欲度豪尊现豪尊相，或复视现大神庙天相，或转轮圣王化似玉相，或殊特相，或复返足罗刹形象，或将军相，或现沙门梵志之相，或金刚神隐士独处仙人同如相。光是因菩萨由诸佛土而普世现若干种形，在所变化开度一切。是故足性子，一切众生咸当供养光是因。其足性子，所可周旋有恐惧者，令魔所畏，以致无畏使普安隐，各自心庆，故有忍戒。于是无尽意菩萨，即解己身百千宝因，以用供上于光是因，唯愿正视受此法供己身所有殊意宝因，而不肯受。时无尽意复为光是因，唯见泯念以时纳受，愿勿惧逆。时光是因心自纪念，不用是宝。无尽意言，唯复垂泯诸天龙神前踏和阿须伦迦流罗真陀罗摩目迦侯乐人及非人，受其宝因折作两分，一分奉上能人如来，一分供养众宝如来至真等正觉供上宝寺。其足性子，普为一切，以是之故，神足变化有忍世界，魔所不计。于是持的菩萨，即从坐起前白佛言：假使有人闻光是因所行得本，终不虚妄，世世安隐至无极慧。其光是因神足变化普至道门，所显威神而无穷极。佛说是普门道品，彼时会中八万四千人，至无等伦，寻发无上正真道义。天平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四。随天竺三藏舌觉多供及多义。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誓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飘，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梦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扭卸枷锁，剪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梦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积持重宝经过显露，其中一人作事畅言：诸善男子，悟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田秽，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田。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
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恭敬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素质德本，众人爱敬，无敬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无敬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与乳液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一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的，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的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的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的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的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地士身的度者，即现地士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的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的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的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的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的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的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的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的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的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的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的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的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干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目迦猴、罗迦、人非人等身的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的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紧重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誓言：仁者，受此法师珍宝璎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命我等故受此璎珞。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悯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干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目迦猴罗迦人非人等故受是璎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悯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故受其璎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无尽意
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尔时，庄严幢菩萨问无尽意菩萨言：佛子，以何因缘名观世音？无尽意菩萨即便遍观观世音菩萨过去愿海，告庄严幢菩萨言：佛子，谛听观世音菩萨所行之行。尔时，无尽意菩萨即说偈言：世尊妙相具我今众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具足妙相尊即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力劫不思议，是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文明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假使心害一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鱼龙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或执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贤及起慈心，或遭亡难苦临行欲受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断断坏，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扭卸，念彼观音力释然的解脱，咒举诸毒乐所欲害生者，念彼观音力彼即转回去，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即走无边方，猿蛇即复歇毒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身自回去，云雷鼓彻电降薄数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的消散，众生彼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杀不现身，种种诸恶去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已见悉令灭，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树甘露法语灭除烦恼厌，正诵经观处不为君正中，念彼观音力众愿悉退散，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事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胜，于苦恼死恶能为作医护，具一切功德慈眼示众生，福聚海无量事故应顶礼。尔时持的菩萨即从坐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华严经善财二十七参观自在菩萨章，于田国三藏时差难陀奉至意，摘自大放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八。丙色之罗告善财言：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达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汝亦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即说颂曰：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溪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汝应往问诸功德，彼当是汝大方便。时善财童子顶礼其足，绕无量匝以殷勤瞻仰，辞退而去。尔时善财童子一心思为彼居士教，入彼菩萨解脱之藏，得彼菩萨能随念力，亦彼诸佛出现次第，念彼诸佛相续次第，持彼诸佛名号次第，观彼诸佛所说妙法，
知彼诸佛具足庄严，见彼诸佛成正等觉，乐彼诸佛不思议也。见次游行，至于彼山，处处求觅此大菩萨。见其西面岩谷之中，泉流盈盈，树林稳郁，香草柔软，又炫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作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令其摄受一切众生。善财见已，欢喜踊跃，合掌地观，目不赞顺，作如是念：善知识者，则是如来；善知识者，一切法云；善知识者，诸功德藏；善知识者，难可值喻；善知识者，实力宝音；善知识者，无尽智聚；善知识者，福德根芽；善知识者，一切智门；善知识者，智海导师；善知识者，智一切智助道之具，遍及往诣大菩萨所。尔时观自在菩萨遥见善财，告言：善来，汝发大乘意，普摄众生，起正直心，专求佛法，大悲深重，救护一切，普贤妙行，相续现前，大愿身心圆满清净，勤求佛法，悉能领受，积极善根，恒无厌足，顺善知识，不为其教，从文殊师利功德智慧大海所生，其心成熟的佛势力，以获广大三昧光明，专意希求甚深妙法，常见诸佛生大欢喜，智慧清净犹如虚空，即自明了，复为他说：安住如来智慧光明。尔时善财童子顶礼观自在菩萨足，绕无数匝，合掌而住，白言：圣者，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云何修菩萨道？我闻圣者善能教诲，愿为我说。菩萨告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亦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已成就菩萨大悲行解脱门。善男子，我以此菩萨大悲行门平等教化一切众生，相续不断。善男子，我住此大悲行门，常在一切诸如来所普现一切众生之前，或以布施摄取众生，或以爱语，或以力行，或以同事摄取众生，或现色身摄取众生，或现种种不思议色境光明网摄取众生，或以音声，或以威仪，或为说法，或现神变，令其心悟而得成熟，或为化现同类之行，与其共居而成熟之。善男子，我修行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离险道部，离热恼部，离迷惑部，离戏缚部，离杀害部，离贫穷部，离不活部，离恶名部，离于死部，离大众部，离恶趣部，离黑暗部，离迁移部，离爱别部，离怨会部，离逼迫身部，离逼迫心部，离忧悲部。复作誓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部位。善男子，我以此方便令诸众生离部位矣。复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善男子，我唯得此菩萨大悲行门，如诸菩萨摩诃萨以尽普贤一切愿，以助普贤一切行，常行一切诸善法，常入一切诸三昧，常住一切无边劫，常知一切三世法，常忆一切无边沙，常习一切众生恶，常常一切众生善，常觉众生生死流，而我云何能知能说彼功德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梁法云019观音玄义随至矣。020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玄义记绘本随至矣，宋之礼。021观音一书随至矣。022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书记绘本随至矣，宋之礼。023妙法莲华经文句是普门品随至矣。024法华玄论论观音随即藏。025法华一书是普门品随即藏。026是普门品众诵诵尊释。027妙法莲华经要解是普门品诵戒还。028妙法莲华经台宗会议是普门品明秩序。029法华经大乘是普门品清大义。030法华经演义是普门品清义松。031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敷说清灵药。032高王观音经注释清悟净。033妙法莲华经指掌书观音普门品别行清通理。003讲解。034观世音经兼注丁福宝。035怎样知道有观音菩萨慈航法师。036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义地贤法师。037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贤顿法师。0386自真言法要班禅大师。039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义圆音法师。040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一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讲义圆音法师。041观世音菩萨赞复观世音菩萨传略印光法师。042观世音菩萨本机因缘温光熙。043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森下大圆者星云法师已。044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圣印法师。045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浅说静心法师。046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录宝镜法师。047就是大悲者观世音东出法师。048应顺法师论观世音菩萨。049略是观音法门显明法师。050南怀瑾论观世音菩萨。051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义浅解毛剃圆。052佛教的救世精神观世音菩萨复观音菩萨的法门圣严法师。053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导读张火庆。054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浅释宣化上人。055妙华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释知定法师。056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赞陈简明。057普门品讲记果纯法师。004传记。058普陀洛迦山传题词原圣西明。059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主云法师。060观世音菩萨传曼陀罗主人。061000普陀洛迦心智卷首。061001普陀洛迦心智卷一本机门。061002普陀洛迦心智卷二行胜门。
061-003 普陀洛迦心智卷三灵异门。061-004普陀洛迦心智卷四坛师门。061-005普陀洛迦心智卷五梵沙门。061-006普陀洛迦心智卷六禅德门。061-007普陀洛迦心智卷七营建门。061-008普陀洛迦心智卷八归智门。061-009普陀洛迦心智卷九流域门。061-010普陀洛迦心智卷十译文门。061-011普陀洛迦心智卷十一智愚门。061-012普陀洛迦心智卷十二续录门。005感应录。062观世音菩萨灵感事机选资工汇集。063观音慈灵集清弘赞。064观音灵感录清。065观世音持焰记清周克复。066会向普门品诵印光法师。006纽约庄严四古观音专辑。067千年观音稀有宝选上庄严度众生世界日报。068千年古观音像降临庄严寺纪时沈家珍。069人生奇缘陈长根。007音译。070 The gateway to everywhere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普门品音译本。071 The enlightenment of Bodhisattva Kuan Yin, City Shen。072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方法及证悟过程沈家珍。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姚琴三藏鸠摩罗什译。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誓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飘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灵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梦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扭卸枷锁剪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梦中怨贼有意伤主将诸伤人积持重宝经过显露其中一人作事畅言诸善男子悟得恐怖。如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如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伤人闻俱发声言难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田秽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田。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
变身端正有相之女，素质得本，众人爱敬，无敬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布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无敬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与乳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一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的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的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的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的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的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地士身的度者，即现地士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的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的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的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的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的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的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的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的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的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的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的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的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甘踏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木迦侯、罗迦、人非人等身的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的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紧重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誓言：仁者，受此法师珍宝璎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菩萨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命我等故受此璎珞。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悯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甘踏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木迦侯、罗迦、人非人等故受是璎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悯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璎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聚，我今众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具足妙相尊，
既达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力竭不思议，是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闻名即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假使心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或执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贤集起慈心。或遭亡难苦，临行欲受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断断坏。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扭卸，念彼观音力，释然的解脱。咒诅诸毒药，所欲害生者，念彼观音力，还者于本人。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实悉不敢害。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即走无边方。猿蛇即复歇，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身自回去。云雷鼓彻电，降薄数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的消散。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杀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已见悉令灭。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悲体界雷震，慈意妙大云，树甘露法雨，灭除烦恼厌。正诵经观处，不畏君正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胜于苦恼死厄，能为作医护。具一切功德，此演示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尔时持的菩萨即从坐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正法华经，光世音普门品第二十三。西晋月氏国三藏主法护意。于是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露右臂，长跪插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所以明知光世音乎？意何所去耶？佛告无尽意曰：此足性子，若有众生遭一百千该困厄患难苦毒无量，是闻光世音菩萨名者，则得解脱无有众恼，故名光世音。若有持名执在心怀，设欲大火燃其山野，烧百草木丛林屋宅，身堕火中，得闻光世音名，火即寻灭。若入大水江河石流，心中恐怖，称光世音菩萨，一心自归，则威神护令不见逆，使出安隐。若入大海，百千亿该众生豪健，触海深渊无底之源，采至金银杂珠明月，如一石珠水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载满船宝。假使风吹其船，流堕黑山回波，若经鬼界执魔结余，众中一人亵渎心念光世音菩萨功德威神，而称名号，皆得解脱一切众患及其伴侣众的嫉妒，不遇诸魔邪鬼之恶，故名光世音。佛言：足性子，若见怨贼欲来为害，即称光世音菩萨名号而自归命。贼所持刀杖，寻断断坏，手不得举，自然慈心。涉足性子，此三千大千世界闷中诸鬼神，众邪逆魅欲来扰人，一心称呼光世音名，
自然为福不能忘犯，恶心不生不得邪官。若人犯罪，若无有罪，若为恶人献官所戮，复数其身扭懈在体，若家所知，必在牢狱考至苦读，一心自归，称光是因名号，即得解脱，开狱门出，无能居至，故名光是因。佛言：如是足信子。光是因境界，威神功德难可限量，光光若丝，故号光是因。佛告无尽意：假使足信子，此三千大千世界闷中众逆盗贼怨害，直持兵杖刀刃矛戟，欲杀万民。一部假客独自经过，在于歧路，积持重宝。导师恐怖心自念言：此间多贼，将无为我劫夺财宝，当设权寄托此众难，不见危害。为众古人不以恐畏，等共一心俱同发声，称光是因菩萨威神，折来拥护，令无恐惧，普心自归，便脱众难，不遇贼害。众古人闻悉，共受教，贤具同声称光是因，生命自归，愿托此畏难。世称其名，贼便退却，不敢触犯，众假解脱，永无恐怖。光是因菩萨威德境界，巍巍如是，故曰光是因。佛复告无尽意菩萨：若有学人淫怒痴圣，稽首归命光是因菩萨淫怒痴修。关于无常苦空非身，一心的定。若有女人无有子姓，求男求女，归光是因，折得男女。一心精进自归命者，世事端正，颜貌无比，见莫不欢。所生子姓而有微香，众人所爱，愿乐欲见，执重德本不畏罪业。其光是因威神功德，智慧境界巍巍如是。其闻名者，所至到处终不虚妄，不逾邪害，至得无上道德果实，常遇诸佛真人菩萨高德正士，不与逆人，无反复会。若闻名直持怀抱，功德无量不可称载。若有供养六十二亿江河沙诸菩萨等，是诸菩萨皆实现在等行慈心。若足信子女尽其行受，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并受医药一切所安，福宁多不。无尽意曰：多矣，世尊，不可限量。所以者何？是诸菩萨无央数亦不可譬喻。佛言：虽供养此无限菩萨，不如一归光是因，稽首作礼，执持名号，福过于彼，况复供养。虽复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诸菩萨等，执持名号，即此二福，一百千劫不可尽及，终不相比，是故名曰光是因。于是无尽意菩萨前白佛言：光是因，以何因缘游忍世界？云何说法？何谓志愿？所行至法善全方便境界云何？佛言：足信子。光是因菩萨所游世界，或现佛身而般宣法，或现菩萨形象色貌说经开化，或现愿觉，或现声闻，或现梵天地相而说经道，或前踏合相，欲度鬼神现鬼神相，欲度豪尊现豪尊相，或复视现大神庙天相，或转轮圣王化四御相，或殊特相，或复返足罗刹形相，或将军相，或现沙门梵志之相，或金刚神隐士独处仙人同如相。光是因菩萨由诸佛土而普视现若干种形，在所变化开度一切，是故足信子。一切众生咸当供养光是因，其足信子所可周旋有恐惧者，令魔所畏，以致无畏使普安隐，各自心庆，故有忍戒。于是无尽意菩萨即解己身百千宝因，以用供上于光是因，为愿正事受此法供己身所有殊意宝因，而不肯受。时无尽意复为光是因，为见悯念以时纳受，愿勿惧逆。时光是因心自纪念，不用是宝。无尽意言：
为父垂悯诸天龙神前踏和阿须伦迦流罗真陀罗摩木迦猴乐人及非人，受其宝应折作两分，一分奉上能人如来，一分供养众宝如来至真等正觉共上宝寺。其族姓子，普为一切，以是之故，神族变化有忍世界，摩所不计。于是持的菩萨，即从坐起前白佛言：假使有人闻光是因所行得本，终不虚妄，世世安隐至无极慧。其光是因神族变化普至道门，所显威神而无穷极。佛说是普门道品，彼时会中八万四千人，至无等伦，寻发无上正真道义。天平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四。随天竺三藏蛇诀多供及多义。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誓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飘，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梦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扭卸枷锁，剪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梦中怨贼有意伤主，将诸伤人积持重宝经过显露，其中一人作事畅言：诸善男子，悟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伤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田秽，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田。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恭敬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素质得本，众人爱敬。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布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与乳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
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的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的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的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的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地士身的度者，即现地士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的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的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的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的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的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的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的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的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的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的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的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的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干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目迦侯、罗迦、人非人等身的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的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紧重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誓言：仁者，受此法师珍宝璎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命我等故受此璎珞。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悯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干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目迦侯罗迦人非人等故受是璎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悯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故受其璎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尔时庄严幢菩萨问无尽意菩萨言：佛子，以何因缘名观世音？无尽意菩萨即便遍观观世音菩萨过去愿海，告庄严幢菩萨言：佛子，谛听观世音菩萨所行之行。尔时无尽意菩萨即说偈言：世尊，妙相具我今众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具足妙相尊即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力劫不思议，是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文明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假使心害一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于龙珠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
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或执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贤及起慈心，或遭亡难苦临行欲受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断断坏，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扭卸，念彼观音力释然的解脱，咒举诸毒乐所欲害生者，念彼观音力彼即转回去，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即走无边方，猿蛇即复歇毒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身自回去，云雷鼓彻电降薄数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的消散，众生彼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杀不现身，种种诸恶去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已见悉令灭，贞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树甘露法雨灭除烦恼厌，正诵经观处部位均正中，念彼观音力众愿悉退散，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甚彼世间音事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胜，于苦恼死恶能为作医护，具一切功德慈演示众生，福聚海无量事故应顶礼。尔时持的菩萨即从坐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华严经善财二十七参观自在菩萨章，于田国三藏时差难陀奉至意，摘自大放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八。丙色之罗告善财言：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达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汝亦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即说颂曰：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溪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汝应往问诸功德，彼当是汝大方便。十善财童子顶礼其足，绕无量匝以殷勤瞻仰，辞退而去。尔时善财童子一心思为彼居士教，入彼菩萨解脱之藏，得彼菩萨能随念力，亦彼诸佛出现次第，念彼诸佛相续次第，持彼诸佛名号次第，观彼诸佛所说妙法，知彼诸佛具足庄严，见彼诸佛成正等觉，了彼诸佛不思议业，见次游行至于彼山，处处求觅此大菩萨，见其西面岩谷之中泉流盈盈，树林稳郁，香草柔软，又炫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作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令其摄受一切众生。善财见已，欢喜踊跃，合掌地观，目不赞顺，作如是念：善知识者，则是如来；善知识者，一切法云；善知识者，诸功德藏；善知识者，难可执欲；善知识者，实力宝音；善知识者，无尽智具；善知识者，福德根芽；善知识者，一切智门；善知识者，智海导师；善知识者，智一切智助道之具，遍及往诣大菩萨所。尔时观自在菩萨遥见善财，告言：善来，汝发大乘意普摄众生，起正直心专求佛法，大悲深重救护一切，普贤妙行相续现前，
大愿身心圆满清净，勤求佛法悉能领受，积极善根恒无厌足，顺善知识不为其教，从文殊师利功德智慧大海所生，其心诚实。